这是布拉格的共和广场，而且看到一件趣味的代志。啊，妈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警察把他们带啊，可能是缉警吗？逮捕。缉警呢？缉警，缉警。是这个德国马怎样？看你到底足爽的，我也要。对啊。我要穿那个护膝。他要上去了，可能要去别的地方啊。嗯，哦，原来之前是安尼咧整理着银新买的马啊。